泰王国素以微笑之邦和佛教圣地著称，它拥有特别友好的人民以及他们最崇敬的国王陛下。泰王国有秀丽的自然风光，辽阔而壮丽的原野，还有独特的传统文化。泰国人的微笑更让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中部和东部地区是连绵的鱼米之乡，东北部地区地势较高，以古代文明著称。南部地区富有自然资源，北部地区是南南泰王国的故地，泰语的意思是北万亩稻田。清迈从 Loysitep 山脚延伸发展成为一个优雅的现代城市，它拥有美丽的热带花园，同时保留了悠久的传统。曾以美丽的平河命名，叫 Nakhon Phin， 意思是该河河畔的新城。虽然这座城市早在700多年前就由南南王国的第一个国王 Pokhmon Rai 建成。清迈是多民族聚居的城市，但是无论来自高山还是较低洼的盆地，他们都是泰国人。尽管讲的是不同的语言，他们都能够和睦相处。市内有100多座寺庙，包括 Phran Singhan、 Chading Run 和 Jad Yod。 附近的高山上还有 Phran Thai Loysitep 寺，那里存放着佛祖的神圣遗物。山上还有普平王宫，位于河边的 Wei Kam Kam 至今保留着古城的遗址。 Loy Intanon 是泰国最高的山，位于清迈西南的一个国家公园里。仅需一天的时间，你就能体验新鲜空气、徒步旅行、高山森林以及野生动植物。位于清迈北部的防城区有个阿坎山农业站，它是泰国最袖珍的国家公园之一。由于凉爽的气温、葱郁的植被和丰富多样的野生动植物，通常被称为泰国的小瑞士。在怀南岛国家公园自然风景区，清晨您可看到山下呈现一片云海，而黄昏时映入你眼帘的是一道道绚丽的晚霞。刀软千洞景区则综合了大山和肥沃的林地，常有徒步旅行者和登山者光顾，沿途都可看到仙境般的美景。离城更近的地方，位于 Manrim 城区的 Siriki 王后植物园，展示着绚丽缤纷的兰花和泰国北部特有的植物。在那附近的河边，穿过 Mansai 大象营地里的挺拔的树林，游客还可观赏劳动中的大象。到 San Kamphan 温泉泡个澡，把你身上各种各样的病痛和烦恼通通洗干净。但是请你等我继续介绍，你的清迈之行才刚开始。如果你全家人都来清迈，你也不想去冒险的地方，清迈动物园是你理想的目的地，在那里足够你游玩一整天。动物园与清迈大学相邻，正好是森林的起点，就坐落在 Loysitep 山脚下一个被森林覆盖起伏层叠的山坡上，占地面积为35公顷，是泰国最好玩的动物园之一。动物园由动物园组织经营，该组织是国王陛下恩准的半政府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共有五大动物园，包括曼谷的 Lucid 考尔开山动物园、南口 Ranchon Simon 动物园、清迈动物园和宋坎动物园。该组织的职责是保护野生动植物和自然景观，开展动物学研究，传播有关动物的知识，为公众提供休闲场所。清迈动物园最早由美国传教士 Harold M. Young 先生所建，1952年前后他就住在山脚下，在山上的村民的帮助下养一些动物。在朝鲜战争期间， Young 先生义务向即将赴朝作战的边境警官和士兵讲授在森林中生存的技巧，经当时的清迈省省长同意，
它的私人动物园扩大到将近10公顷左右，延伸到一个森林保护区。后来以1957年4月动物园正式向公众开放。1975年 Harold M. Young 先生去世，1977年动物园由动物园组织接管，1978年动物园的面积再次扩宽为35公顷，即现在的面积。至2006年底，动物园将共有80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和鸟类。清迈动物园的管理致力于全面发展公园和展示公园，加强园区保护，提高旅游服务质量，推出新的动物种类。2003年，清迈动物园有幸迎来了来自中国的2只大熊猫，这是中泰友好往来的结晶。2001年，泰国副总理、国防部长 Chavanlit Yongchanyong 将军向中国国家领导人表达了他想在泰国展出熊猫的愿望。后来，中国政府赠送了一对大熊猫给泰国，作为友好大使。在中国大熊猫来到泰国之前，总理办公厅责成动物园组织在清迈动物园展出大熊猫。泰国副总理、国防部长 Chavanlit 将军为泰国熊猫研究展览项目中心总负责人。泰国政府拨款4000万泰铢给该动物园用于设施建设。泰国熊猫研究展览项目中心的占地面积为6250平方米，每间屋子都安装有空调，室外供游客观赏珍稀动物熊猫的区域有玻璃墙隔开，熊猫生活区域都安装摄像头，以便管理人员能够观察动物的一举一动。中心还有展览区、研究所、纪念品店和动物诊所。动物园安排30位员工照顾熊猫，包括研究人员、兽医、营养师、管理员、会计和接待员。研究所准备为专家和兽医提供培训场所。2003年3月，当准备工作就绪时 ，Chavanlit 将军亲自到中国挑选一对大熊猫。2003年10月12日，大熊猫串串4岁和林慧2岁抵达泰国，并在清迈动物园住了下来。这对中泰双方都是一个喜庆的日子。看到了。在观看大熊猫之前，咱们来回顾一下有关这种美丽的动物的一些较详细的资料。熊猫属于哺乳动物，这种动物严重面临绝种，有绝密的威胁。在过去的15年间，由于人类侵扰了其栖息地，天然林中熊猫的数量急剧减少。目前中国大约有1600只熊猫，分布于12个保护林。熊猫是一种黑白花熊，体型类似其他熊，在它的耳朵、眼睛、鼻口、腿和肩膀处的皮毛为黑色，其他部位为白色。熊猫的一生多数时间都独居，雄性和雌性只有在繁殖季节才交配。白天它们花很多时间休息、哺育和寻找食物。熊猫不喜欢静静地坐着，它们爬上爬下，多数时间都在活动。每天它们花大约12小时吃东西，其余时间休息。发觉太吵和不安全时，它们会找个洞躲起来。串串和林慧吃各种竹笋，但是自搬迁到泰国之后，发现他们最喜欢吃的还是泰国的甜竹笋，所以没有饲养方面的问题。熊猫的寿命为30岁左右，4岁以后会怀孕，一般在每年4、5月期间及春季怀孕，每次回孕期为110至150天。有的雌性熊猫会产下2、3只幼熊猫，但是通常只会有其中一只存活。与熊猫妈妈相比，刚出生的熊猫宝宝是最小的哺乳动物。刚出生的小熊猫呈粉红色，有些白色汗毛，
重量只有80至120克，而大熊猫重达160公斤，仅有母亲体重的1/9。出生一个月以后，小熊猫才睁开眼睛，体重也增加到2.5公斤。当串串和林慧到达清迈动物园时，当地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照顾两只熊猫的员工共有30多人，他们由清迈动物园董事会和泰国熊猫研究展览项目中心共同监督管理。员工们在3个职能部门工作：一、旅游服务中心，负责开纪念品店、出售门票和一般运作；二、行政管理、财务、会计部门；三、熊猫研究发展部。这几个部门的员工各负责：一、驯养熊猫，有多名动物驯养师驯养熊猫，使他们学会如何在新的环境下生活；二、营养和食品质量控制，有许多人负责喂养；三、有人负责清理设施和一般展览；四、熊猫研究发展部职员负责观察熊猫的习性，并收集相关数据。全体员工都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都认识到他们正在照顾的是一对中泰友好大使。拜访串串和林慧之后，别忘了熊猫的邻居们。一天的其余时间，你可以观看清迈动物园400多种8000多只来自亚洲和非洲的野生动物和鸟类。除了熊猫以外，其他明星动物还包括河马、长颈鹿、鸵鸟、斑马、骆驼、老虎和大象。漫步于园内林间，边走边看看动物，有的地方可以自己开车去，但是最安全的是乘坐游览服务用车，车上还配备导游，解答有关动物的问题。在主要入口对面有好几家餐馆，还有亭子里的快餐店，你可以品尝到各种风味。在清迈动物园度过一天之后，别忘了顺着梅滨河巡游，观赏两岸旖旎的风光以及清迈人独特的生活方式。然后你可以选购一些纪念品，如憨洞城区邦伞村手工制作的伞，或者该区邦泰网村制作的各种木雕制品。而且别错过这里的夜生活，可以逛一下每天夜晚都开张的清迈夜市。预知更详细的信息，请与我们联络。泰国熊猫研究展览项目中心，电话00665389-3170，电子邮件www.pandainthailand.com。清迈动物园，电话00665322-1179，电子邮箱www.qingmaizoom.com。如果你爱熊猫，想念熊猫，别忘了来清迈动物园找我们。